比如说我们在古晋的巴杜基党，我希望巴杜基党的选民不要浪费选票，如果你堵拦国政，请把全部选票集中给 DAP， 不要给共政党。所以巴杜基党的同胞，你必须把选票集中给最有声望的 rasis。 你看 rasis 一表人才， rasis 将很可能明天是行动党上月38年来第一个马来土著同胞的 YB。 你不是选他一个人做 YB 而已，你是选36年行动党艰苦斗争终于能够在土著区突破，让 rasis 进去议会里面 screw 他们自己的马来人， screw 他们自己的马来贪官， screw 他们土胞党破盖，这个才是人生最精彩的好戏。同意的掌声鼓励。